们平时在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就每天给患者做完治疗以后，都会带这个患者来打一遍八段锦。可能打过八段锦的人呢，都知道，就是当时打完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身上特别舒服，就好像你的这个浑身的筋骨被撑开拉开了一样，就特别特别舒服。所以我们就在想，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八段锦带到方舱医院来，然后带给这些患者，带他们一起打，兴许他们打完以后也会觉得身上特别舒服，可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